厨房里的雨水之欢。别想歪，今天要告诉你的可是古法秘技。日前，香港苹果日报介绍了名为油盐水的烹鱼方式。到底什么是油盐水呢？它这个才由来的原因就是那个避风塘，这是一个小渔村，但是它没有在船上面没有炉具，那个蒸柜啊蒸笼去蒸那么大条鱼，他们所以用冬菜啊沙拉油去爆香，葱啊姜啊蒜头啊这样子去爆香以后呢就烧开那个水，就把鱼丢进去，然后再用那个沙拉油把它封起来。在家操作可以稍微简化，水烧开后加盐，将鱼放入锅中，倒入植物油，起火浸泡约八分钟，变成名副其实的鱼儿水中游，等鱼眼变白突出或筷子可以穿透就熟啦。这样烹鱼肉质比用蒸的更滑嫩，有空不妨也试试这厨房里的鱼水之欢吧。动新闻 RS 报道。